大家好，我是在路上的少年。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甘肃的夏河县，这里有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，这里被誉为世界藏学府，藏传佛教界的最高学府。这边的海拔呢是3200米，属于一个高原地区。边上这条河就是夏河，整个寺庙被群山环抱。拉卜楞寺的门票是40元，如果你在外面参观的话是不要钱的。进入景区看到的就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转经长廊，由约2000多个转经筒组成，有众多转经的藏民，非常的虔诚。这些建筑呢，创建于清康熙48年，也就是1709年，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。拉卜楞寺寺院面积也是非常大，寺院坐北向南，占地面积有86.6万平方米，建筑面积有40余万平方米，主要的殿宇有90多座。包括六大学院、16处佛殿，主要的建筑呢有大经堂、石轮学院经堂、医学院经堂、喜金刚学院经堂、须布善学院经堂、须布下院经堂、弥勒佛殿、释迦牟尼佛殿。拉卜楞寺所有的建筑及宫殿均由石、木、土、回麻等为建筑材料，整体的建筑带有浓浓的藏族风情。这里也是电影《天下无贼》的一个取景地。拉卜楞寺目前有1800多位僧人，是一座在藏区具有特殊地位和影响的藏传佛教大寺院。